Okay, and here's the sticker. Thank you so much. I voted for Cole. Thank you so much. Appreciate that.老爸都过来今天第一次的投票，然后说他，我马上哭了，就是非常好了，我特别开心，特别荣幸。这个男人，帮助我很多，教我了很多中国的文化，然后如果没有他，然后我怎么可以讲国语吧，对吧？然后太太在这儿今天我是特别开心。然后我特别怎么说 confident 我可以应该到第一第二就行了。然后现在我们不可以那个感觉好了能赢了，我还有好多工作，还有十一月份六号是最后的就行。谢谢大家啊。